最满意的照片是哪一张照片？这一张。为什么？因为肉比较多。嗯、你有觉得这张照片很赞吗？对，很赞。OK， 是这样吗？对。哇！哇哇哇哇！哇！哇！哎、欸，这个超人的这种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是超人哎、欸，这块它是可以拿去肯德基卖的那种哎、欸。啊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关晓雯。自从我宣布要开始减肥之后，就有越来越多的教练来报名这台减肥列车了。首先，先欢迎黄俊伦教练， Hi. 然后再来是威力教练 ，Hello，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吵的是游泳教练，嗨，游泳教练。一看到你们头上，就知道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叫做是对不起害到你。那我们在聊天之前，你们就先不用讲话，我们直接先抽牌。新人教练没有来过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先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，你的写真是已经正式发行了，对不对？翻阅这本书的初学者都可以知道说，哎，看完我今天到健身房，我要怎么样去做训练，然后还有里面还有一些很丰富的动作。那你可以为我们示范一两个里面你有教学的动作吗？那示范。对，好，深蹲好了，三个一起深蹲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先教深蹲了吗？哎，他拍手了，起立了。我高度肯定你，没你的事，没你的事。黄俊伦教练要脱衣服了，而且他年纪很小，他只有25岁。好，那我们毕竟都站起来了，我们还是要进行深蹲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就是请黄俊伦教练带着我们一起做一个深蹲的动作好了。那我可以深蹲完，然后大家摆一个最满意的 pose。OK， 好。蹲下来，摆一个 pose。摆个 pose， OK， 好，你的 pose 就是刚刚那个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的就是摆 pose。哇，他今天穿红色的哎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威力教练最满意的照片是哪一张照片？这一张。为什么？因为肉比较多。会有粉丝跟你说不要这样吗？就是叫你穿多一点。穿多一点，喜欢看的肉吧，每个人都喜欢看肉。所以你觉得 OK 啊？这样对啊，反正他们喜欢看就可以就给他看了。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新人教练最满意的照片是哪一张呢？我觉得这张不错，若隐若现的感觉。对，这张很厉害耶。我刚刚有看到里面的好像也不错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Elan Roy 最满意的照片。就是一样啊，两张都有一种悠闲午后的感觉，然后这个又有一点文艺气息在里面。而且其实上门显示出推出之后啊，我只能说脚穿真的是现在因此爆红。而且这本其实卖得很好，对不对？新人教练这本有粉丝一次买了超多本，对不对？40本，这么多？对。那你有怎么感谢他们吗？就他是我妈，就很谢谢他。你有跟他说谢谢吧？有啊。哦，对，那我们也跟你说谢谢。其实袜子穿住。对，现在新规定。你现在脱到这样会觉得很害羞吗？还不错。哦，不错，还蛮害羞的意思。会害羞吗？还好啦。OK。环也算对不对？对，那我先脱。好，可以，因为这个我看完进度太快了。好，因为通常其实他们出了书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跑很多通告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要跟大家很开心的自我介绍，比如说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关晓雯这样。那我们就是重复这一句话，然后说我是关晓雯，然后就跟大家打招呼，看有没有办法就是在那个通告上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那先从 Elan Roy 开始。你说学你讲那句话。对，就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关晓雯。关晓雯，我要讲关晓雯。对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关晓雯。哎、欸，你学得很像哎、欸，可是你刚刚学得很像哎、欸。其实刚刚在说 Hello， 我是关晓雯的时候，新人教练也有笑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关晓雯。哎、欸，你学得很像哎、欸。这个我们也要同步再处理一下。你的头上就是笑出来，不懂大笑，那么大笑，对啊。是自己抽的啊，没办法，自己承担。那威力教练一直都没脱到，能不能换一张牌子？好，欢迎新人教练。哇哇哇！就刚刚聊到说最满意的照片以外，你有没有觉得说哇，哪一个拍起来居然会是这么帅的？有。我觉得，就等于第一次出写真书，我觉得心情应该跟以前也不太一样。像这一组是在饭店拍的，我觉得是比较轻松自在一点。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现场。因为他算是有介绍到他的写真书了。哇！
你今天这个尺度是很大的哎。平常的，平常健身都这样穿吗？比赛其实就这样穿。嗯，这是内裤还是泳裤啊？这好像是内裤，就是一个加拿大的牌子。好，我们转一圈给镜头看一下。Oh my god！ 哇哦，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《威力教练》这本书吧，跟大家好好介绍啊。其实发行了有一段时间了，可是其实在网络上讨论度也蛮高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嗯。还有别的话要说吗？对啊。好。所以，如果出版社叫你第二本写多一点呢？写多一点。不要。好。OK， 你终于有不要的事了，对不对？脱这个鞋子跟袜子真是够无聊的。他要翻出一张他觉得不可思议的照片，就是不是最满意的，是你觉得哇，拍照的效果跟原本的想法不太一样的，会是哪一张呢？都没有，都很好，可以。这不一样，这个。哦，好，他选了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，反正也不是重点了，重点就是你们是要翻写真书。嗯，你有觉得这张照片很赞吗？对，很赞。OK， 是这样吗？对。哇、wow! ！你可以教我们一些 pose 吗？就是示范几个 pose。撑地板，是往后跳，跳回来，之后跳起来。哦、oh, ，好，那我们连续做个一次给大家看一下。好、oh! ，大家有看到那个胸肌的抖动感？平常大家也是穿这么少在运动，对不对？就不穿了，没有没有了。哇，不穿不穿应该会有一些困扰吧？甩来甩去。对。怎么甩？告诉我。那你觉得他刚做的好吗？很好。好，好可以可以。哦。Oh, 那你有想说，如果有出第二本的话，会出哪一种类型的书？就是有的时候我很忙啊，所以就会没有时间写那些文字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写文字很耗元气，对啊，然后他们说哦为什么最近都没有这样子。哦，因为其实粉丝很喜欢你的文字，对不对？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子，所以我想要就是兼顾，有些人喜欢看照片，有些人喜欢看文字。好，那你可以把你头像拿下来了。怎样？哇，是有诚意的吗？就是很多破洞的。哇。像这种就是比较不会做人，明明是新人教练著书，给我穿成这样，他那件那么小哎、欸，哇哎、欸，我们转一圈给镜头看一下，他后面全部都是洞哎、欸，真的 ，Oh my god， 我再挖大一点，好不好？看得很清楚，是看得很清楚哎、欸。好，三个人都已经达到我最满意的结果了。我们现在就要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每一个人的肌肉到底有多厉害。从游泳教练开始好了，请问这个是什么？胸大肌。这里哎。腹直肌。这里哎。这个吗？股四头肌。啊、哦，这里哎。海绵体。啊！这个不行啦！哇！他带的那么粗，可是很粗。哇哇哇！在这块，他这块，你有看到吗？这块，他是可以拿去肯德基吗？那种哎、欸，那为什么都要先抖一抖？哇，甩一下，因为他大腿是，你看他这块，这块最硬的，对不对？这边可以抖动一下给观众。哦，有，因为我觉得威力教练最厉害的是，他其实看起来是很瘦的，可是他该有的肌肉其实都没有少。健身都有练到。对。他除了胸肌还有嘞，胸肌最自豪的大腿嘞，大腿也不错。好，用力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！哦，有，这边大腿也是非常大块，你有没有看到吗？健身的概念非常流行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说再给大家提醒一些，就是说一两个注意事项，你们分别提醒大家一下。如果说他们现在开始减肥健身，要注意哪些事情啊？威力教练先跟我们介绍一下。因为我主要是吃出腹肌，那很多人去外食，他们都不知道每天摄入的热量，可能一天你可能要吃2000卡，可能你都吃超过3000卡、4000卡，那一定会变胖。所以第一个要注意的可能是你摄入的热量。那第二个就是你要选圆形的食物，是因为你可能一样吃一
千卡的原型食物跟一千卡的垃圾食物，垃圾食物会很快就饿嘛，因为它血糖会比较容易飙高，然后就在吃，就吃就会变胖了。喜欢跟学生讲说，从最容易的地方开始。那我觉得大家都忘了喝水这件事情。那其实喝水很重要，因为人70%含水。对，当你喝水量太少的话，就会容易让你的代谢比较下降。是，所以一天可以喝30%到40%体重的水分。你有话说吗？好，麻烦，可以，可以。就是呢，因为他们两位是专业的健身教练嘛，但是我自己是兴趣而已。对，然后但是因为有些人就都会问我说要怎么重训，那我一定要跟各位对于这个健身啊，或是减肥啊，有一个向往的人，就是持之以恒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你就不要几天上网，几天捕鱼那个，没几天。而且其实有在收看的频道，他们就知道，其实有时候买电子书还会有其他的礼物，对不对？这次新人教练的礼物也特别不得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如果他买了电子书，他是可以把什么样的照片设为桌布嘞？这张。哇，不得了哎！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就可以各自收藏，不论是实体的版本或者是电子书，你们都可以直接买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你们一人摆一个 pose 定卡，我来做个 ending。好，反正呢，今天的影片都告一段落，就是说我算是非常替大家谋福利了，不准动，不能动，给我定好。反正做人，真的是新人教练的写真书已经发行了，然后还有另外两位，一个是游泳教练，另外一个是威力教练，他们的写真书都已经发行了。不要动，不用看我，你在看前面。好 ，OK， 好。所以如果说呢，你们想要看到他们更多有很大肌肉的照片，或是腹肌的照片，也可以到他们的 IG 去找他。首先呢，是 Eden Boy 的 IG 是帮你们上在这里。OK， 然后再来是黄信源教练的 IG 帮你们上在这里，好，再来是威力教练的 IG 我们帮你们上在这里。如果说你们想要认识的更多的话，可以到他们 IG 去找他。那如果说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就加入我的频道，还把铃铛打开来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哎，可以说拜拜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